无限极的中草药保健品，以传统中医学为基础，并结合现代医学及科技。听下我们的用家分享。之后早七点钟翻到公司啦，咁见客啊，翻到屋企都成一点钟咁样咯。加上咧面色啊，各方面系好差，光纹啦、面黄啦，同埋黑啦，对于一啲健康嘅知识咧系缺乏嘅，咁啊会认同咗其他人讲就话哦，你预防嘅肿胀啦、经期唔准啊咁样，咁你会觉得系正常咯。咁其实呢啲嘢都系日子慢慢咁累积之后咧，就对我身体影响好大。紅啦，一笪一笪啦，同埋係乾到會爆啦，甚至有時痕得滯咧，勾到佢咧係流血啦，濕疹咁個情況，我仲可唔可以做翻我份工咧？做記者啦，成日都要出差啊，同埋咧翻嚟要趕稿啦，要影相啊，工作壓力好大啊。咁慢慢慢慢咧，就好多時皮膚痕癢喎，我都唔知係咩事，以為自己食咗海鮮喎，點知我諗下諗下，根本我未食，好少食海鮮，咁原來咧我已經係嗰個免疫力低啊。你咁忙啦，煲又麻煩啦。其實而家有一隻中草藥咧，同你身體幾好噶。你有冇興趣試啊？咁樣，咁我就完全都諗都冇諗，因為咧我自己生濕疹咧已經周圍睇醫生睇到我咧已經好攰好攰好攰噶啦。其實我初頭都唔係話十分之信嘅，係唯一相信咧就係話人哋講俾我聽係李錦記，咁我就哦好啦試下啦。因為香港食李錦記嘅醬油咧都食咗三十幾年咯，冇任何事情發生咁咪試下啦。咁其實好快，我嘅乳房啦，同埋子宮都改善咗噶。咁而月經咧，亦都係穩定咗。係有食同埋冇食咧，係個分別咧係好大嘅。其實咧，你冇食咧，你望落去咧，嗰啲膚色咧係暗啲啦，同埋食咗之後咧，個人咧就會精神好多啦，容光煥發啲啦，係啦。由於咧，我見到呢啲產品咧，又唔需要煲喎，哇！揾支飲管一落去就食到，我覺得好啱我咯，因為生活節奏咁緊張，日日都可以按時按量食到。咁好快就改善到個身體，所以我好中意嘅。睡眠質素嗰度咧，美食之前咧就成日咧好耐先瞓得著啊，食咗之後咧一陣咧就瞓著咗啦。其實食咗第一個月咧，我已經有效果㗎啦，係見到啲濕疹冇咁紅啦，同埋啲皮膚冇咁乾啦，冇咁痕啦咁咯。咁我經過呢個產品調理之後咧，係令到我冇咗水腫啊，甚至而家真係完全控制到係冇濕疹病發作咯。有啲鼻敏感。那些人吃下去的功效呢即很見效。很多朋友一段時間沒見過，咦你最近好像沒那麼黃喎，你吃什麼來啊這樣。所以我就知道哦，自己知道吃了這些產品有個變化。咁我自己做服務性行業都係，但係對住啲客人咧嚟講咧都係，啲皮膚咁靚啊，靚咗好多喎。以往咧就係面黃啦，同埋咧好多光紋啦，又比較黑粒灰黑。用完產品呢個過程裏邊咧，我面色改善咗啦，紅潤咗，同埋咧係白裏透紅咗。好多人見到我咧都覺得，Ice 你去邊度整個容咁樣噶？嗰個產品咁好，幫到我之餘咧，我就又係帶俾我阿媽食上呢個調理身體嘅中草藥產品。醫生都話：阿陳底啊，你 keep 得好好喎，好正常。之後咧，就幫佢減西藥噶。咁所以我都好開心噶，我一家人都好開心。無限極同全球多個權威機構合作，並擁有多項自主技術同專利、生產基地、流程同品質，更加獲得國際認可，絕對係信心嘅保證。